出来，跑出来。深夜巷弄中，一群人疯狂追逐，有人更手持棍棒武器，发狠狂追。他们就在这一场。事发在台中28日深夜，两群人因车祸纠纷有赔偿问题。其中一方刘姓男子带着有人共四部车找对方理论，却因为始终无法达成共识，场面逐渐火爆，最后差点变成全武行。幸好警方在获报后6分钟就到场，迅速逮人。警方更在车上发现毒品，讯后依妨碍秩序，毒品移送地检署侦办。你干嘛敲我车门？你先讲啊！你现在你停在这里是路中间哎，那你告诉我哪里受伤嘛？我会开去验啊。台中另一起吵架争执，一台黑色轿车红线违停，路边行人被阻挡，敲车门确定有没有人，结果驾驶下车火冒三丈，动手拉人。你不能拉我嘛？为什么要动我？算几号啊？两人不断争执，驾驶完全没意识自己违规，夸张辩解。我们没有熄车子，你这个红线可以停吗？为什么红线可以停？你去找网络找一下好不好？开车上路，交通规则还是要背熟，免得违规还和人吵架。记者黄祥富、王俊杰、陈志茂台中报道。